亲爱的牧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家有红木涛子啊。现在我是在广西普寨的一个恒大市场，一个老市场。这个老市场呢，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0年时间了吧。但是今年这个情况不太好，到处都关门的，大家看一下，好多都不做了。从今年过完年出来都不开门了，那现在没有人买东西，里面的东西肯定也很便宜，也只有几家，我估计这个市场活不久了。看一下，大家看一看，就是这个市场。本来说刚才想给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捡漏，有没有什么宝贝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因为这个市场卖垃圾的特别多，像那种垃圾古董什么的。这个就是120，这个120，这个是120。今天就看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。